也是我们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青年大使，欢迎你。对你喜欢，同样还有通过我们电影频道正在观看今天红毯直播的所有朋友们都能看到，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吴亦凡。西安的朋友，西安的朋友你们好。好，亦凡这一次还是我们青年大使的担当啊，所以说这次来到西安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心情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西安。第一次啊？那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怎么样？非常好。我觉得以后要常来了，而且是大家都特别的热情，而且今天这个场地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很特别哈，因为这是和我们的西安更加的相得益彰，没错，所以说西安的朋友也欢迎亦凡来到这里经常来玩，好不好？好，谢谢，请内场休息，谢谢亦凡。好，我们欢迎参加北京放映的各位嘉宾朋友，他们是安逸。